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三大家一缕烟尘近百年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人颠覆啊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啊，真打不通！店主，三大家族该如何处置？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，只可惜他们不珍惜。啊、那便面子不保。真是上一边去！店主，我们错了，你饶了我们吧。是啊，店主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几个吧，我们都是被这几个不孝子逆子给蒙蔽欺骗了呀。哎呀，店主，他们三个废物你随便处置，恳请店主高抬贵手，饶过我们家族吧。刚才你们不是说你们的儿子是独苗，要是少了一根毫毛就把全城陪葬吗？这个逆子我早就看着不顺眼了，我本来想杀了他的，可是我怕打不过他，你杀了他正好是为民除害。不就是个儿子吗？我再生一个好了。对，店主只要你高兴，你把我老妈杀了都可以啊。对，只要能保住我们三家的基业，要我们做什么都行。店主，我们保证我们三个每年都给他上坟上香，让他在地下过上好日子。是，看看你们的样子，丧心病狂，人性泯灭，留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危害人间。一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燕城三大家从世间除灭。是，不要不要啊！哎呀，快跑快跑，快走快走！店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一命行吗？我给那傻子磕头道歉。啊，不，我给那兄弟磕头赔礼道歉，你饶我一命啊！求你了啊！对不起你啊，兄弟！对不起，看见你真心诚意的分手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记得。